我是公安列车长的111年8月5号，然后瑞芳彭甲路21:05，刷白的是有列车通过。哎，4712八路发的江平洋青藏桃客车。直接 DRC， 十七车是八路发车就明远航进入了直接 DRC 原车小客车，在瑞邦瑞邦空调通过。我下面的马掌们多多点我们的 A 级高航片，感谢支持，爱姐麻烦。我的十七车是在瑞邦空调通过喽。好，现在4714直奔八车江花龙岩县高雄树林的车子，直达用3012变速的皮蛋豆藤有新年的直达列车，准备通过。好，3001车王的皮蛋豆腐藤要新能机制造列车，在瑞邦瑞邦鸟通过了，谢谢各位。我的用3012变速3001的车王皮蛋豆腐藤要新能机制造列车，41次在瑞邦鸟终于通过，谢谢各位。我下面一个马掌们多多点我们的以及观众们，感谢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好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